到就给大家看一下我来广州之后里面穿的啥衣服好吗？我跟你们说啊，我来之前他们告诉我，他说广州这边光着腿都行。其实我查温度20度左右，我想着也没那么冷，但是来了之后发现确实有点冷。然后这是一层啊，这是一个风衣，然后这是一个西装，西装上面是一个吊带，吊带裙，然后吊带裙上面穿了一条裤子，裤子里面的，然后这个裤子里面套了一层睡裤，我实在是冻得没辙了，你知道吗？然后穿了一层又一层啊。本来来广州过夏，最重要的是，我给你们偷偷拿一个我们这个床位女生拿了啥衣服啊？他拿了一条短裙来了，他以为广州是三亚的。